是为了想要吃饭而呐喊，却被他们关起来吃了几天牢饭。有人得了绝症惨死医院门外，只因没做核酸就不让进去医院。制定规则的人都受过良好教育，但不代表他们心底会有一丝人性。你的死活其实他们根本不会在意，他们只关心他们 GDP 和政绩。穿上防护白衣就能对人暴力，街道社区就能剥夺公民自由权利。他们说的谎言你不能够去质疑，你有一点逻辑就是支持美帝。我们不敢愤怒，我们是底层百姓，他们会用暴力用寻衅滋事报复。我们不敢愤怒，是被他们欺负。这的法律制度就像儿童故事书。这首歌是在骂俄罗斯打乌克兰，这首歌是在骂美国入侵阿富汗，这首歌是在批评日本、越南和台湾。祖国大陆一片繁荣，从未饿死千百万。